slightly growing within me, like a thunder breaks a tree. Oh my, makes me crazy, my body aches and my mind's lazy. My head feels weight, I'm feeling numb. I should stop waiting before you're done. But I'm scared when you're not around, 'cause we have a special声音的话，应该是外面正在打扫。今天又是另外一个 working vlog， 然后今天我是 work from home。那我今天早餐弄了一杯果汁，还有咖啡，然后想要来试吃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Fun fact， 我是一个蛮喜欢吃榴莲的人。我妈说小时候全家只有我一个人会吃，然后小时候带我的阿姨还会特别去买榴莲，但是就只有给我一个人吃。Nice。 今天的咖啡呢有一点小失败，因为我的奶泡可能打太久了，所以它现在长得有点悲伤。哦，好香的榴莲味。距离我上次跟大家讲话已经又过了一段时间，然后今天算是一个蛮忙碌的一天，就是事情就是啪啪啪啪啪一直来这样子。我之前一直觉得我在工作上算是一个蛮有效率跟有条理的人，自己这样讲，自己讲有点不好意思。最近我突然觉得，哇，我的工作能力开始退化了吗？好伤心哦。好，然后我现在呢要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 OKR。 我很少在我的影片里面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工作实际上面在做什么，但我觉得这个 concept 算是蛮有趣的，可能大家不会觉得我的工作需要做这个，所以想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那 OKR 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 method。 O 代表 objectives，然后 KR 代表 key results， is a goal setting framework for defining and tracking objectives and their outcomes。 每一季我们会做一个 OKR 给我们每一个创作者，说接下来这三个月我们有哪些目标，然后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要做哪一些 action， 或是要改进什么地方，然后等等，然后每一季再回头去看上一季，说我们有没有可以做得更好的，或是我们上一季设下的目标有没有达成这样。所以呢，老实说我现在听到 OKR 三个字头就很痛。对，我们明天要开会，但是我还没有完成我的 OKR， 所以我现在很快要把手上的事情给弄完，然后我就要开始准备。这个是我今天接下来最大的目标分享给大家。今天晚餐想要吃 Mexican， 所以我们有的 tortilla， 然后
后我会做一点 guacamole， 然后我会煎点鸡肉。Never thought that you could be standing there so close to me.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hat I should say, but words can wait until some other day. Kiss me once, then kiss me twice, then kiss me once again. It's been a10:45，然后没错，我的 OKR 还没有写完，所以其实我觉得写 OKR 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因为怎么说，好像你设定了一个目标，然后你就有责任要去把它完成，其实这就是写 OKR 的目的啦，但对
有人跟我一样吗？就是生理期来的时候，肚子很常会胀气，跟就是感觉消化不良。嗯，哦，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啊皮肤很干的时候都擦这个，是新加坡的一个品牌，叫做 Sue Balm。你没有看到吗？就是这里我有一块异位性皮肤，那现在开始慢慢的迈入秋冬嘛，所以我皮肤这一块有时候就会干得很严重。我之前试过凡士林跟一些那种止痒药膏，但是都没有很有效，但这个擦起来会凉凉的，然后缓解湿疹或者是像这样异位性皮肤炎的早区域效果蛮好的。我最近晚上都习惯会给自己倒一两杯白酒，那我没有特定买的品牌，因为我都不是买那种很贵的酒，就是在超市可能看到有两罐特价我就买两罐回家。那我最近比较爱喝我最近蛮爱喝 Chardonnay 的，对，这个是 South Australia 2019。 Good morning everybody。 今天是星期三，然后因为我们今天要开会，所以我等一下要进公司。每次要进公司心情就会开始有点复杂，因为当你习惯了 work from home 之后，你就会突然发现，哇，如果要进公司的话，你就要提早起床大概一个小时，因为我从家里到公司至少要大概40分钟吧，然后你再算进要化妆的时间，要 get ready 的时间啊，换到头发了，哇，那算下来其实至少要留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吧。然后我昨天剪片剪到两，我昨天剪片剪到睡着，你知道吗？我昨天就剪一剪，然后发现我自己就维持在那个姿势，然后我就睡着了。然后我醒来之后想说，我现在哪里？我是谁？然后我就发现啊，我剪片剪到睡着了。但其实我还是很喜欢 Gary 的。就有一种新的一天的感觉。那今天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要去跟拍，晚一点我会跟 Crystal 去 K11 Mall， 因为我们有一个 project 在那边。对，因为我已经看完天能了，然后我看完电影回家之后就开始在网络上面搜那个天能的解析，然后就真的是觉得 Christopher Nolan 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真的好厉害哦，怎么可以写出这样子的电影，然后在拍的时候自己不会混乱呢？我去给人家修眉毛。침을깨우는 네 목소리 머리를빗는 네 빗소리 밖엔 비가 오나 봐 들리는 빗방울들이 땅에 떨어지는 소리 전해지는 좋은 tingle 대체 뭐야 너는 빗법이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 makeup， 然后我就用了一个新的眼影盘，是这个 CAIA 的，你们觉得呢？给你们拉近看一下。然后今天的隐形眼镜呢，一样是 OLens 的，然后 style 是 Scandi 系列的 Hazel， 这副也很好看。好，我现在准备要出门，然后稍微介绍一下我的 OOTD。那我的上衣跟这件长裙都是 Massimo Dutti 的，然后包包是 Tory Burch 的，这个算相机包吗？那因为我今天还是要带电脑，所以带了我的 P Palette 帆布袋。我好像今年一月之后就没有再穿过这条裙子了。早。哇，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办公室，现在根本就是资源回收桶。其实呢，我们星期一来的时候已经把这边稍微收了一轮了。来啊来啊，干嘛？你不是在卖吗？你想，你可以，你想入境吗？不要。好，那你声音出演，声音出演。星期一的时候，我们收到了那个 Wakuki 送来香港的要防碰撞测试的饼干。对。然后，但是他星期一没有来，所以他现在要第一次试吃特浓的抹茶。很紧张。我味觉还没开，太早了。它就跟原味的那个抹茶是有一点不一样，是因为它这个抹茶是没有很甜的味道。对。单纯的抹茶苦苦的味道。对对对，我觉得如果喜欢很沫的人应该会喜欢，因为配茶很好吃。
但我喜欢原味的，我就是一个孩子，我就是一个孩子味蕾。你是喜欢原味的抹茶？对，我喜欢原味抹茶。我喜欢原味，就是啊，焦糖的那个焦糖奶油。对对对对。等防碰撞测试过了之后，香港的朋友应该就可以买得到了。我们先为大家做先锋试吃员。对，已经快吃了 很多个月了。对，希望大家赶快可以订到耶。Yeah, your heart is the sun.And it shines as it opens. Where your heart is the sun, and it shines. 这个拍的蛮好的，你看。哦，你今天是不是跟我又撞眼衣服的颜色了？哎呀，我今天跟 Crystal 又撞色了。好像的，今天又微撞衫的我们两个，我们俩现在在镜子里面看，真的长超像。对，好，你说一下我们现在要干嘛？我们现在要去一个活动，嗯，然后，很久没有跟我一起出去了哈。你看起来没有很兴奋，其实我们俩现在在迟到的边缘，所以快马加鞭的冲出去。我觉得我们俩真的很夸张。今天除了衣服撞之外，我们还撞了什么？相机壳。很烦呢、欸。是谁烦？是你烦吧？是我换先的。等一下。是你学我的吧？OK，Hi guys， 五六到。我现在呢要来做晚餐。那今天晚上呢，我想要来做 kimchi jjigae， 所以我先来熬一下高汤。这边是我们的小鱼干先生。那我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先把他们的头这样拔掉。哇，看起来是不是很残忍？我知道。然后呢，这样子，然后把它里面的这个内脏也拿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网络上面说要这样子做，所以要。
three words I spelled out in your eyes. But before I go on, say something wrong. Stop. 我刚刚工作到一半，一个后退，结果整个咖啡就都洒到地板上了。哦，真的是，我现在整个睡衣都是咖啡。哦啊，刚买的新拖鞋 ，so sad。新的灯，那我本来用的是像这样子的灯泡，因为那个灯它的亮度比较低，然后又很黄，所以我换了一个这样子的，算是 LED 灯吗？然后它有一个像这样子的遥控器，你可以，哎，好 sticker， 哇，可以变换不同的亮度跟色温，然后这边就是。以后终于可以好好的在家拍片了，耶！ 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